那我今天告诉大家怎么去提前移动，我给大家做一个口诀。来，我给大家看一个正常的接发球啊。看，我只要有了这个垫步，它所有的这个超出我想象的球，我都可以调节，随便发。大家看我接得很从容，我正手接、反手接、长球，我很从容。对，点到五万赞，我们有礼品啊！五万赞啊，兄弟们，我们五万赞。来，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诀啊，看好了啊，接发球，你们如果不会颠啊，不会颠，我告诉你们怎么去做：一步、两步啊，上去接，先动右脚，再动左脚。嗯，右手先动右脚。对，一步、两步。再去接，看没有？一步两步再上右脚，这么去接。啊，判断不了上下旋，那是判断的问题，跟你接发球的这种启动没有关系。对，位置。大家看，我们做的快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做慢一点，相当于啥？一二一接发球，你不能一，对吧？你不能就一，我们要三步啊。做有了我们做的快的，这么去接，或者你再不行，你跳一下都行，啊，你跳一下都可以，也比你直接上去接强。对，是这样的。不会慢的。不会的。不会慢的，知道吧？不会慢的。你们看，你发个球，发个短球，你们看啊，仔细看我的脚啊，仔细看我的脚，我做慢一点。一二三，好，一二三，看着我的脚没？能看清吗？大家，看，一二三，正好卡着。或者我跳一下，对吧？我跳一下都行，都比你原地强。别不能小碎步这么多，多了不行啊。对，博哥怎么还骗你呢？哪来的五万人啊？这就是为了让你进来啊。我们有一天终将会实现的。对，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能到五万人直播间。终将会实现的。就是，哪怕你不用那么大，一小步就可以哈。啊，一二三，能看见我脚吗？能看见的扣一个一，我看也能看见的扣一个一。发长球怎么办？来，来。我上，你看啊，我上去以后发长球怎么办？我退左脚。对，你们记住，短球上右脚，长球退左脚。啊，短球上右脚，长球退左脚。来，大家看啊，这是一个球台，你们看啊，球在这儿，我一步是不是能上到短球？嗯。如果我要是往后退，你们看看啊，我退右脚，我是不是退不下去？我是不是退不下去？因为我们转腰是在这边转的。对，我退左脚，你看我的球能让到哪儿？我退右脚，你看看，我是让不开的，我两只脚来不及，所以所有的球啊，退左脚，上右脚，知道吧？你两只脚都上去也来不及。对，正手长，你上去以后一步就退回来了。对，看这种角度，你们哪怕你看我上短球。啊，一步我就退回来了，啊，一步一跳，啪就回来了，正手长不用盯，来得及。上右脚，退左脚，来那个长短随便发，啊，大家看一眼啊，长短随便发，这个镜头能看见吗？可以吧，应该可以。来吧，长短随便发，啊，我先上一步右脚，啊，上转的，先上一步右脚，啊，我先上没事，啊，我先上右脚没有问题。哪怕他发长都没事儿，啊，我退左脚，我上到这儿，我退左脚，反手后退不可能来不及。来，把这个镜头拿到这儿，来你们看一眼啊，我能退到哪儿？对，往这边拿，对，我给大家看一眼啊，来看我的脚，来看我的脚，不，再往前点，对，在这儿吧应该。对，看我的脚啊， okay.
你们看我，一定要看我的脚啊，发我长、你们看我退到了哪儿？我在这儿拉球，你发长的，你再怎么发我都来得及，能不能懂？能懂。我站在反手，我站在近台，来，我借助球，我是不是往一退就退下来了？把位置让出来。啊，一步就退下来了。你看啊，我站在这儿，你看我有拉球空间吗？你们可以看，一点拉球空间都没有。但是你发一个，我发一个长的，发一个，我一下我就退开了。知道吧，退左脚啊，我都来得及，一步我能让他这么大的空间，对吧？那同时我站在这个位置，我去上右脚短球，你发一个啊，我也能上到很深的位置，对啊，我也能上到很深的位置，对，来，我上放慢，再发长的，我上了以后再长了，我再退出来，我都来得及，我上以后啊，我都来得及，我上退啊，所有的球我都不会失位，我全能拉上。拿过来吧。对，第二步，对，这个大家真的就是一个卡点卡位的一个去这个一个判断和一个中间长的。我跟你说，我们所有的球，梁福你随便发，短的长的，全台随便发，你可以往后点给大家看一个广角。对啊， OK，我让他随便发，你看看，只要你把我这个步伐你们能够学会了，所有球都不怕，随便发，发死我。OK， 啊，我颠起来啊。你们可以看，我不会漏球的。啊，看到没有？退左脚，上右脚，短球上右脚，看到没有？啊，一让就让开了。你再发快一点，把你毕生所学发出来。好，中间长的哈，我一让腰，中间长的哈，一让腰，它全是有诀窍的，它不是说这个凭我们想象的，啊，很实用，很实用的。明白了，这是一个口诀的问题，发哪儿都没有问题。你看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剧本，我就让他随便发。啊，他是不 是, 不是我的启动？我是给你们在讲，但是我的启动是非常快的，你懂吧？你看不出来。对，我不能给你们这么去做比赛，我来不及的。那我要给你们那个诀窍，我这么去做啊，我来不及的，所以我的都是这么就我就上了，你懂吗？你看我的，我是这么就上了哈，很小的一步，我给你们做，我是这么去做。对，你这是光挑我毛病了，光挑。但是你挑的这些毛病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知道吧？来，我再给大家做两个，你看我有没有小步伐啊，上一步啊，退一步啊，上一步退一步，我有没有步伐？对，只是我给你们做慢一点，没事，只是做的快一点，啊，启动退一步，有没有步伐？你们看看看右脚啊，启动上短球，有没有步伐？一二三，一二退下来，有没有步伐？我只不过做的慢一点，你们能看清楚了。是的，所以大家接发球不要盲目，大家按我说的去做，你们都能卡上点儿。你们接发球意识就是这球我要盯长的了，短